看我给你的东西是不是很厉害？嗯，这个？对啊。我们赚的钱，我帮你买一台脚踏车。谢谢你。光等一下，有带一首歌给大家听。歌词准备好了？我再开了。鼓手就位。好。哎哎，怎么唱？等一下，先给我看一下。哒哒哒哒哒哒哒。好，跳先八，怎么八？我们怎么上的？我不知道，我直接忘了。轻快一点。走吧，我们来去男女放个假，这有很多天真的小孩，还有独特的文化。虽然飞鱼只有很多，但我还是爱吃它。如果你也喜欢这地方，我们一起好好爱护它。你平常怎么下课？走路。很远吗？还蛮远。小心啊，来。好，你看我那么快就要走了。你要去哪里？我要去比赛。比什么？母语朗读。母语朗读。嗯，你看是不是很厉害？你看我给你的东西是不是很厉害？嗯，这个。对啊。我们赚的钱，我帮你买一台脚踏车。绝对不行。为什么绝对不行？我想要自己。对啊，我脚踏车坏掉了，我还特别帮你买黄色，为什么？比较亮眼啊，在这个岛上才不会被偷走，偷走就知道这一台是你的，因为你那一条路都没路灯，对，这里有个灯，很棒，可以上课用，谢谢你。会啊，怎么快就要走？你有？对啊，那你回来就看不到我，对吧？谢谢，谢谢你这几天的帮忙。好，好，好，好。